心机情侣打游戏。哎呦，死了！掉下去了我。煮肉啊，你说的呀。那煮肉，你在拿什么空盘子？你煮肉，你拿什么空盘子？你要我煮肉啊？对啊，煮肉，你拿什么空盘子？问你。什么意思？对对对，切吗？就要扔哦，不是，就是扔这。啊，我只能切东西，你赶紧扔东西给我，扔过来啊！扔到我了，你。快快快！全是鸡腿，给你。啊，炸。啊，土豆。啥也不干你，宝贝儿。就土豆，需要多比较多土豆。土豆给扔过去了我。哎，土豆有鸡吗？单独的。鸡。有。现在有个鸡是。你把土豆扔了。哎呀！扔，不要往我身上扔啊！我帮上了挡了，给我。你自己控制一下。控制不了。土豆。哎呀！哦，差点扔地上了，差点扔水里了又。哎呦，需要好多土豆啊。我就一个土豆这边，哎呀，哎呦，好需要好多土豆啊！哎呀，盘子呢？要洗盘子吗？哎呦，来不及了，感觉有点，地上好多东西。哎呀，土豆都给你了啊！鸡肉我这没，鸡肉没原材料了我。鸡肉够了，没人掐料着我。这炸鸡肉啊！我你不要扔到，你不要扔到我的那个啥！哎呦，我啥没事情干了我。你不要，好险，没事情干我。不是，你不要扔到我的前面挡住的路的会。没事情干了我。哎呀，好咸啊！好咸呐、啊，扔嘴里了，你的鸡翅。鸡腿扔水里了，我要鸡腿，喂鸡腿，鸡腿在这里有一个鸡腿啊！哎呀，还笨呢你，炸鸡还笨呢你，鸡腿呢？这有一个鸡腿在边上，哎呀，坏了！哎呀，扔水里了我鸡腿！哎呀，那边有个鸡腿，太远了。哎呀，摆太少了。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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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太慢了动作。还干嘛呀这个？哎呀，没几次啊，我要干嘛？哎呀，上面看上面，那个意面吧，这是。哎呀，我要煮面了。煮面，给你，要切肉了，切肉了，要炒肉，我还要，好多事儿啊我。我给你做。那你整肉。哎呀。扔错了，我的意面。切肉了我。哎呀，又怎么又拿个意面了？我又拿了个。哎呀，又拿不了。哎呀呀呀！哎呀，快点！都给你放过去了，可以上的。哎呦，过不去啊！现在你切，你切点那个虾吧，虾给你。你直接给我扔进来吧，那个虾啥的，不要。没空。现在没空，我上菜了。意面还在，我还要吗？意面不用，暂时不需要。哎呀，我过不去了！哎呀，过不去！快点作战了，刚才冲的没冲上。哎呀，没事干我。哎呀！快点！上菜了。哎呀！那又哎呀！老放这样，哎呀，过不去了我又。哎呀，烦死了这个，好难控制啊！哎呀，坏了，完蛋了哟！哎呀，你得切完赶紧放过来。哎，我点不上了，我这手柄有问题。不是的。老点不上啊！哎呦，死了！掉下去了我！哎呀，这玩意儿煮意面呢，要煮。哎，好多意面呢，你。那太多了。这个肉要好了。
哎呀，那我拿不上来我。哎，这锅。哎呀，两个盘子。Simon， 我去 Simon， 我口气了，我又。哎呀，烧了烧了烧了一面，没盘子，需要那个虾。哎，不要我要这个，不要虾，虾有事了都。哎呀，那咋整啊？鱼，哎，鱼呢？我在哪？我不知道我在哪。给弄鱼，鱼要杀了，上上上。哎，锅在哪呢？这可以上了。哎呀，我不要找时间了，赶紧。哎呀，又没弄上，有一面吗？还没有了，啥都没了。哎呀，我又过不去了，我又用鱼吧我。哎，意面这原来是可以换的。那鱼在哪呢？没鱼啊！我切肉了。哎呀，这个肉要 miss 订单了，我们呀。哎呀，完蛋了！猪肉。哎呀 ，miss 个订单了要。哎呀，过不去了哟！拿着走啊，走啊！过不就先走啊！太早了哟！哎呀，太笨了你！都太烦了，这个老卡人。miss 个订单了，宝贝儿。太笨了，宝贝儿你。切猪肉了我。哎呀，好难点，那都点不上啊，主要总是。不是，你要把切肉，你的切肉切肉，你不干别的，切肉放，切肉放，我放过来，就一个盘子那边，我放在那边好远。哎呀，那不行，我切那边，我怎么切？我都做不了，我就把切切完，你放在盘子里，放不了。你放哪盘子啊？我只放最左边的盘子，这边那边那个空着。说明你说啥呢？别炒菜，要放的，放不了肉，最右边那边。没办法。我鸡块，切我上菜啊。那你自己盛菜，我做好你自己盛菜。什么意思？你自己拿空盘子盛菜。成不了。那你干啥？只干切它，切能切多久啊？上菜你上菜又不是你挣的，是我挣的，你只不过拿上去而已。快快快！那我要干嘛呀？我有点太多事啊，我有点。你不多呀、啊？你都切啊？你整那个呀、啊？哎呀，不是你不整那个、哎，你去切东西去啊！啊，你说让我过来煮肉啊？你说的呀？那煮肉你在拿什么空盘子？你煮肉你拿什么空盘子？你要我煮肉啊？对啊，煮肉你拿什么空盘子？我问你，也没事干，主要是我在切的一开始啊。切多就裹拿过煮来呀、啊。得多少几个，不然弄老贱。哎，你不要扔，到处扔了。两个猪肉，我切两个猪肉。哎呀，你干嘛呀？哎呦，这五地方放的，那根本没有，根本没有那个。哎呦，过不去了哟！我不是我这三个地方来不及，他注意他的洞现在。那你们就不往这边切呀、啊？我上菜根本来不及，你放一下吧，我上菜了，我要去。哎呀，我过不去了，我又。那扔过东西来，我切。扔过去，直接扔来，我这边，我这边扔，你没扔过来。那很难扔，那个位置根本不好扔，扔不过去的。可以的。难，调整半天位置。都可以上了，上菜就已经很多事了，宝贝。没有很多事，那咱俩换一下。过不去，那咱俩换一下。老过不去，你看我这个位置特别难调，不好调。那咱俩先换一下，那就。这不好弄啊，这因为这边老来移走的，移来移去的。我知道，要不咱俩换一下，我跟你说过了。哎呀，你不要过来，你就放在你那边就好了，不要过来我这里了。你在干嘛呢？本来给肉宰的了，这我问你，你在干嘛呢？你右边有个切板，你非得上左边来干嘛呀？你挡我了呀！你去右边就行了。我过不去啊！你在中间挡我的路。你在右边切就行了。啊，又过不去了。你这是被空，你不要给我那么多事情了。那咱俩换一下。
凭你那根本啥都干不过来的。你换一下吧，咱们俩。你再换一下不行吗？过脸让这迷糊把菜盘子给我整好，我放中间的，我不上菜的。你不用切，等等别的切。还没切够，真的。放下边，放下边，不是放地，不要给我放地上，特别不好整。哎呀，我这怎么还来个锅呀？我在手上。你不要给我放地上，盘子。哎，哎，放不上啊。哦，不行，那么大东西，我玩不过来。那又干不过来了。那么多东西是全是锅，我玩不过来。我也是，我说了，玩不过来这边，我上去玩不过来。别太扯，放锅里就行过。好了好了，这个我不去塔下来，我过不来过不来，你扔扔我扔东西，往这往上扔啊！不要碰我这个塔，哎呀，不要碰我切菜上面了，那这我读一下这个肉，哎呦喂，我这过去干啥了？我得，哎呦，你就不能放下先切东西吗？这么举着，我说你不要老串到我这边来，你打乱我节奏的会，你就要举着，哎呀，这我过不去了。没有，我没有那个啥，那个啥呀？那个面。哎呀，哎，太乱了！我不能过来打扰你的。咱们分工得均匀，安排好。我要过来打扰你，你过来打扰我，他们不行。你们两个脑子，你们俩老撞。